我们在福尔摩沙哦，全球看得到呢，这是我们整个地图，也是在透过地球母亲，我们也了解到整个的宇宙它是平衡的。那我们现在透过整个台湾福尔摩沙的台东，我们现在开展新天新地新的文明。不管我们从所谓的这个，我们给它名称叫亚洲肾脏、欧洲脾脏、非洲左肺、北美洲肝胆啊、肝脏、南美洲右肺、大洋洲心脏、南极洲在大脑、北极洲在长江线。当然这是我们要让所有的人类能够透过简单的一个画面，让我们了解到所有的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所有的一切都是要让我们快速的来改变哦。只要你有一颗喜乐的心啊，笑，只要你完全呢理解喜乐的心，我们代表赤子波波的小朋友啊，赤子波波的小朋友，你如何赤子波波？首先你一定要了解自身，我们有一个自主系统在这里，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。透过我们中华华夏文明皇帝跟七婆，我们对照叫内经图，也就是我们的海马回，海马回的齿状回里面的印痕，越清净越一切归白净的时候呢，懂得对大自然恭敬，必定安静而达到清净。相对的，我们的内心里面就可以改变我们无始劫来当中的因果业力了。所以这个业力是我们透过身心灵在福尔摩沙台湾，也是在一个博士成心室里面，在上课的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图片里面有这个人，对，这就是我们俗称的伪中子啊，就是没有跳脱的伪中子。那这些伪中子呢，我们以这个图片来看一下啊，对，就是我们人的神经血液细胞。那我们如何找回内在啊？找回内在啊？我们找回内在怎么找呢？你看一下这个内在呢，是这样子，对。哦，你看一下找回内在自己的环境哦，我们的每一节神经基因有吗？代表一到一万个故事啊，相对的就如同我们的科学印证的一念三千五间啊，一粒子化三千大千的世界，千百亿化身的道理是一样的了。所以我们如何呢改变？当然有一个最直接的方法，叫做什么？回到自身的白金室。好，我们如何唤醒每一寸细胞？我们首先从白金室里面当中，透过我们所有人体里面的神经血液细胞，有我们的血液细胞神经，这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，这就是我们身体的微中子，在这里就是从立线体里面开展出来的啊，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解剖学。所以我们透过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就是要让我们大众呢从我们个人的情绪收涌回来啊，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脑啊。所以我们令其国界积德安稳，风雨顺时呢骨架成熟，一切有情无病欢乐啊，无病欢乐。所以我们进一步的可以了解，你看一下啊，对，令其国界积德安稳啊，风雨顺时骨架成熟，一切有情无病欢乐，代表一个合一的心。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呢，从这个基因啊，每一个人透过华严经里面说的有273组的四足妙言品嘛，比如说我们从早期的爬虫类啊，这个在我们的脑中的脑干，还有原始的哺乳类啊，哺乳类型的脑在大脑皮质啊，旧的皮质。那新的哺乳类呢，也就是我们新的这个脑的大脑新的皮质了。所以我们大脑收敛，就是代表每一个人的情绪都能够回到脑中院，从我们的松果体啊，从我们的松果体啊，好，你看一下，这就是我们的松果体，脑下垂体，脑下四丘。只要我们都能够平等的话呢，从我们的五视五根的成所坐次啊，到妙观察次，到我们所谓的平等心智，到一切都是圆满的大圆净智啊，其实这些都是在让我们回归自身了。所以我们改变呢，就从我们的基因来改变。好，我们从染色体的单粒子，所以我们一切都是要掌握在手掌心的，掌握在我们的手掌心。对，我们都是一群呢非常亲近的，一起共同来完成。我们通过染色体的四个这个角，就是我们的端粒子了啊。所以我们了解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呢，透过简单的细胞，
我们要从维系的地方啊来做改变，从我们的呼吸啊到一切都是从我们的神经血液细胞来调整的啊。接下来呢，最重要，我们先回归到自身，回归到自身，好，回归到自身。你可以看，这就是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安插一个叫做白净室，也叫长极光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，要去让全体的人类呢，了解到如何从认识自己开始做起。好，从认识自己，好，从认识自己的身体。那我们回到自身，找回本具足的能量白净室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透过我们的双手，知道我们的双手多珍贵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就是来改变我们的端粒子。刚刚大家还记得端粒子哦，我们的端粒子，染色体的端粒子。哎，你看，我们有端粒子，对，很棒。我们从这个手中的端粒子，你看着这个四个角，四个角，四个角，你看这四个角，你看，这个。这就是我们的端粒美啊，就端粒美，所以透过双手你就可以看到了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接下来透过我们的双手，那我们将我们的十字，十字架的十个那个，我们同声开口哈，对，我们同声开口，我们去哪？十念放光，好，我们同声开口，十念放光，好，来看我们的手哦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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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对，我们通过双手改变哦，这就是我们的九宫的算法哈。好，我们这是第一会，我们在第二会哈，来，我们这个大拇指来指看看，好，来，同声开口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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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好，第三会，阿弥他巴，阿弥他巴，阿弥他巴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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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对，这是第三会，第四会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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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最后一会圆满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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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有没有看看我们的十根手指头能够开发端粒子啊？最重要就是由我们开悟的，尤其是阿弥陀经，就是我们华严经的小本的阿弥陀经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大脑中叶哦，如何站起啊？钻石思念法，量子思维啊，时空白净的晶体。我们来看一下呢，这个几个字多特别啊！你看一下大脑中叶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大脑中叶，对。大脑中叶就是在脑中叶，好，来转呢，表示我们起心动念呢，开展自身，就如同我们脑中是故事，第一脑是，第二脑是，第三脑是，第四脑是，它就是如同透过外在的境界，你都如不动啊，这就是实念的方法，好，我们叫做实念法啊，对，实念法。那当然，这就是从我们的九宫的官位，从左至右，从上至下，好，一句。一观九宫念佛，十念必生哦。这就是我们四十八大愿的第十八愿：持名念佛，观佛意佛，持名摄耳，观佛摄意，持名为主，观佛为辅，度摄六根，净念相聚，因持而持，无观而观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了啊！所以，我们刚刚说的阿弥陀佛，也就是 A M I T A B H A。啊，或者是我们俗称的阿弥陀佛啊，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呢、非常熟悉的哦。所以，我们透过这个戒本，透过阿含经、法华经、华严经，就是让我们了解到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自在。到后来就是空性了。好，就是刚刚的看到了哈，
量子思维啊，量子思维，好，量子思维，量子思维，好，量子思维，对，看一下量子思维，对，时空白净晶体三三四啊，这就是我们华夏无名的三三四。好，来，我们刚刚的手势就是这样子哈，我们再一只手来一起来试看看啊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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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好，所有的全球看到了啊，就是这个手，我们透过这手来改变的，就是我们从十只手里面的当中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，对。我们每根手都有两个节，就有三个格，对，就每一格每一格，到最后这个地方无名指下来这边呢，哎呀，我们设定原来脑中啊，我们的小脑干细胞就从这边可以活化的啊，所以我们这只小指头按起来，最后就是握固，好，握固，握固，哎，就这样子了啊，这就是我们整个的圆满了啊。正负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了。所以以上呢，我们透过十念佛呢，送给所有的全球的所有人类呢，了解到呢，其实手就是这么简单啊，就是这么简单啊，这么简单，就是手啊，这么手哈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手。刚刚这个手可以创造十相世界，就在这个地方了。好，祝福一众所有的大众呢，我们透过莫扎特的音乐啊，莫扎特的音乐。我们要让大众来学习，就是一份单纯的心啊，要送给大众，就是这么清净了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这个课程就上到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送给大众呢，一切都是如此的清净。当然要记得，命是掌握着手上的哦，不是这个线哦，是掌握在我们的端粒子了。好，祝福所有的全球，所有的白净旅行者，所有的人类，一切归白净。